画死我了。哦，今天的菜有点帅哦。这个红烫糍吧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好吃，是吗？我最喜欢吃红烫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昨天杀青，你昨天晚上染的头发是吗？是的，一刻都等不了，半夜染。因为拍戏里啥也不能搞。我也是，我也是拍完戏出来第一件事就染头发、搞指甲，各种。